Hello， 各位 LTV 的观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看林可彤的美丽配方。今天呢，特别邀请了我的运动偶像，要来进行女孩们最想知道的塑身秘密。所以现在就欢迎潘若迪老师。嗨，可彤，你好， yeah. 你好。来，潘老师来了。来，什么事情要问潘老师呢？像要先把微问。要先把微。抽一个签，老师。哎呦，大腿。我们最 care 就是所谓大腿。真的。看哦，我们做一个前弓后箭的动作。前弓后箭。脚跟踮起来。踮起来。重心是在我的腿上，手可以很轻松地放在旁边，插着你的腰，另外一手放在你的大腿上面。我们做个内开，内开，一分钟，请你做满25个，重心在你的前脚，现在是不是有感觉？是不是会酸了？有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同样动作，然后换边，这就是我们用股四头肌，就是大腿的方式，来让你做一个局部的瘦身。真的，老师，我想要继续这样做，我不想停。你可以这样做，你可以做下一半二。而且我觉得我做这样子还蛮性感的。这是一组的动作都在一下，对，我们就这样做结束也可以。就这样一组，怎么样？等一下吃什么？对，等一下吃什么？大家认真哦。来个排骨便当，好不好？下个礼拜要看大家的屁股。你可以多吃一点哈，来。有没有变翘？对，是，很好。对，有没有变瘦？哎，有，很好。然后记得着急检测的时候要这样子。啊，对，是。他去夜店跳舞的时候要跳这样子。好，你不要说我教的啊。好 ，OK。OK， 谢谢老师。谢谢。拜拜。